大家闭目养神，身心对焦，好好爱自己。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好，好我跟大家打招呼，我会提到。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因为在我的心中，全世界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我们现在进一步来探讨三姐所留下来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探讨，请问？ 当下地球是白天还是黑夜？你们说，现在当下地球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有，都有都有为什么都是？有人讲白天，啊，为什么有人讲都是？讲的是整个地球。有的就可以比较清楚了解，我们这里是白天，但是相对我们这边的地球的另一边、另一半的另一边。 它是黑夜，时差差十二个小时。你要把黑白严格分开来，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哦，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它不会相等，也不会相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黑白它是一体两面，而且呢，这个黑白界限。 它有没有固定？人造的这个球才固定啦。真正大自然的这个黑白线，它不是固定的啦。这是要逐渐、逐渐松动大家那个脑海中哈那个硬邦邦的那些观念。白天与黑夜，它的分界线在哪里？有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有没有固定？没有。为什么说？ 你要回归到实相来看，如果你一直只是在文字里面钻研，在实验室、在学术里面探讨钻研的话，你会搬出很多的逻辑观来否定。但是我,我协助大家，引领大家直接回到真理实相来，回到大自然来看。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章，这是地球跟月亮。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地球是白天还是黑夜？<laughs> 黑夜的话，你看不到地球，看不到月亮，只有看到一个模糊黑黑的。在这张照片的情况看到的这一边，地球是白天，地球是白天，而另一边没有呈现出来的，它是黑夜。你这样了解吗？ 因为这一边这是太阳有照射到，也就是这时候地球的这一面它面对着太阳，但是地球本身会自转。来，仔细看这一条线，它就会移动。现在是要让大家把这个黑白不要那么样的较真，不要那么样的把它固定。为什么老子说？ 福祸它会变化，好人坏人它会变化。我们看这一张，跟这一张，这两张是我从澳大利亚那边搭飞机，它要途经到吉隆坡，到那边再回来。在这个过程，因为在澳大利亚那边是在晚上十一点搭飞机哈。 在飞的过程之中，慢慢的，澳大利亚那边已经是天亮了，而这边呢，它这个有黑的这个线，黑的这个线就是这个区域，这张比较清楚，黑线的区域就是黑夜的区域。你们现在看这张幻灯片，它有分成两种颜色，黑线区域，这时候地球上的人。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就是属于在黑夜的阶段；其他的亮的，就是白天的阶段。白天的阶段，所以你说地球是黑夜还是白天，就要要看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这个黑白的界限会不会移动？它是分分秒秒在移动的。白的地方是。 太阳有照到的地方，黑的地方是这时候阳光太阳还没有照到的地方。阳光有没有照到，主要是看什么？地球的自转，地球是不断在旋转的哦，它自己在旋转，它二十四小时转一圈。你看，你说这个黑白界限，它有没有固定？ 没办法固定的，没办法固定的，大家要从现实里面去体会，人不要把那个界限那么的较真，一直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认为那个人坏人就是坏，我们要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从真理实相来看，这一章是让我们了解白天会变成黑夜，黑夜会变成白天。真理实相上。 白与黑，还有白天与黑夜，白洞与黑洞，死与生，生与死，阴与阳，男人与女人，东方西方，南极北极。要知道，这都是人类设定出来的一个沟通的标签名称，不要把它截然划分开。人类的问题就在于，白就是白，黑就是黑。 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我把它截然划分开来，逻辑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我只要白的，我只要生的那一面。人类不容易看到完整的重要，完整的神圣。 南极、北极也是人类把它假设出来的一個名称。东方、西方，地球上有没有具体的东方、西方区分？本身地球有没有？没有，啊。地球本身没有东方、西方的区分啊，是人类为了沟通方便才把它设定出一个哪一条线开始，我们分成东方、西方。那是人类设定的。我们要回到实相来看。 地球白天黑夜，它是不断的在变化，变化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而且这个就算上下白与黑这个线一样哦，它不只是东方西方的这个黑白每天在轮替，南北极的黑白线它有没有在移动？都有在移动哦，都有在移动啊！大家对这个界限不要把它那么样的死板。 那么样的固定，这个界限，你能不能分出黑的那一边的人，他们就是像坏人；白的，我这个才是好人。你能够这样去区分吗？不能的。或是你认为那个黑的，他们住在黑夜里面的，好恐怖哦！那个黑夜很不好哦，他们被黑夜降临，他们真不好哦。人类就是一直要界定。 白的才好，白天才好，黑的不好。在地球上，白天黑夜有没有平等重要？都是平等重要的。大家要了解，在大自然里面，不管它呈现出什么样的相貌，我现在讲的是大自然本身哦。大自然本身，不管它呈现出什么样的相貌，都是神圣的，都是庄严的。 打雷，打雷也是神圣庄严呐。你不要去骂别人，你这个人我很讨厌你，你会去遭受天打雷劈。有些宗教还诅咒别人，如果你叛逆他的话，你会遭受天打雷劈。我觉得真的这样很不好。打雷也是大自然很神圣的现象，大自然本身呈现出来的都是很神圣庄严。 问题就在于，人类就是用我们的好恶标准去界定，我要的我就界定它是好的。我喜欢白天，我觉得白还才好，白天才好。我很不喜欢黑，我不喜欢黑夜，黑夜就很不好。人的问题就在不断的在制造问题，自讨麻烦，就这样。而真理实相。 你对真理实相越深入了解，你就知道原来很多都是人类在虚构的界限，而且呢，那些价值观根本都是人类贴上去的虚妄标签、虚妄价值观。你才会看到人类怎么样处在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章，请大家一起来诵读一遍，因为这下半就提到《道德经》第二章所提的。 这一章，请大家一起来诵读，开始。正负两极之间拥有同一个现实，无论。 你看啊、哦、，Ken w e b e r 他为什么他在心理学的领域他能够有蛮杰出的体会跟成就，就是因为他能够有一颗开放的心，虚心学习，不断精通西方的哲学心理学，而且看到他们原先的那些毛病局限，他又虚心的去学习，向东方中国老祖宗的文化。 来取经，他的《四四本外》这本书里面呢，他很多就是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老祖宗的那种超越二元对立的观念，让他很震撼，帮他大大的提升他的视野，让他体会到为什么人马座那种身心成为有机生命体，那个还不是目标，那个还是很多问题存在。 必须要进入到一体意识，但是从人马座进入到一体意识，那个不是你学一学、你读一读、修一修这样就可以，那个都需要有一些过程，心灵进化的过程，才有超人格的这个过程。我们也很感恩这一位作者，他本身也虚心学习，也把他的心得分享出来，大家可以了解。 他所提的那些最高的智慧，超越二元对立的智慧，他都会提到。这是东方文化、东方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文化智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很多人没办法真正的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当你把四世事本外前后这样研究下来，你就可以了解，原来真的就是这样啊。 人类是怎么样活在二元对立制造问题，而不知道你制造问题之后，被那些你切割四分五裂的世界，把你挤压的很郁闷、很痛苦。你的界限越多，你越怎么追求完美，你的世界就越狭窄。你一直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你的世界就越来陷入分崩离析。 陷入冲突对立不断，这里一样在告诉我们，不只是在东方的玄学或西方的神秘学才有的这种相对中的内在统一的观念，而且现在的科学也已经逐渐逐渐的成长上来。这里有提到爱因斯坦的质量互换的这个公式，E 等于 mc 平方这个公式里面，他已经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认为的物质跟能量好像不相干。 结果他发现，事实上，能量能够转换成物质，物质也可以转换成能量，这两者是互通互动，而且它是永恒存在。这里已经在告诉我们，有与无之间，人类的观念已经逐渐的、逐渐的在融通了。生命是肉体与心灵的合一，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我们的生命，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只是个肉体呀、啊，只是物质啊。有的人他追求心灵领域的人，就像他活在自我层次世界的人，他就很强调心灵的重要，否定肉体，否定物质，所以又形成两极：一边是坚持物质唯物，一边是坚持那个心灵。结果就这样。 但实相上，我们的生命是肉体跟心灵合一。这一章我看，请大家一起诵读一遍，因为这一章蛮重要的。后面我们要做一些解析。开始。总之，现代物理学已经证实了，所有的现实都是相对两极的统一。 Yes, yeah. yeah. 这里有提到人类的推理能力只能显示出终极境界的一面而已。以前我们称为瞎子摸象，你摸到哪里就说原来大象长得像一根柱子，你摸到它的耳朵，你就说大象长得像一把扇子，你摸到它的尾巴，你就说原来大象长得像一个扫把。 你摸到大象的身体、腹部、身体，你就觉得原来这个大象像一面墙壁。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了解，常常处在这种情况，连科学界也是这样。科学界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前很多的定理、定律、定论，没多久就会被后面的把它推翻。 这里一样有提到啊，就算现代的物理学，它能够证明到所有的现实都是相对两极的统一，但是呢，人类的推理能力只能够显示出终极境界的一面而已，没办法了解到整体全面。你用有限的物质，用有限的科学仪器，因为这些科学仪器是物质体的，它很难去。 探测到那个形而上的那一部分，当然，现在科学家也不断的虚心在突破，研发各种科技、各种仪器，当然这也是不错了。但是要了解，不管你仪器再怎么精密，你所了解的都只是部分。老子早就跟我们讲，大自然的浩瀚，大自然的奥妙，远远超出人类所认知，那是。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众妙之门。根据这一点，一向互不相容的对立现象，顿时变成了同一现实中相辅相成的两面。你看，这个是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宇宙级的高等智慧。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太极图。 一般人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以前也觉得这个好像普通嘛，是有点深，但是觉得这个只是普通而已。但是后面当我读懂这部无字天书，当我了解大自然的奥妙，深入去看这个太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这样的演化，觉得老祖宗真的这个智慧是。 非常非常高的，人类的祖先不是达尔文认为的什么从猿猴演化过来，不是那回事啦。我们的祖先一样，来自高等文明的世界，移民到地球来。像伏羲，这些都是高等的智慧啊。后边还有，因为后面还会介绍到这个。 太极里面它阴阳，我们看看老祖宗的智慧啊！不管是地球也好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地球那个平面，但实际上球是圆的嘛。如果以实际来讲，你看这张太极图，你用太极图也好了，套上地球也好，地球一边晚上一边白天，你套上。 任何的现象，我们说这个社会上，男人、女人，雌性、雄性，任何动物都有雌雄都存在。男人、女人一样都存在。当两者合一的时候，你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它也是一样，要阴阳结合，男女组成一个幸福家庭。 当它是合一的情况，它就具有创造力，具有创造力。我们说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如果你把它切开，切开，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你一个男人，你怎么生小孩？你一个女人，你没有跟男人，没有跟先生在一起，你怎么生小孩？ 这个，如果你把它切开来，它没办法创造，没办法繁衍。我们现在看这里，我刚才有跟大家提到，地球一半白天一半黑夜，太阳系中要知道、哦，前面的地球一半白天一半黑夜，现在大家已经可以了解了。太阳系呢？太阳系，太阳代表阳，地球代表阴。 太阳系它本身也是一个太极哦，有阳太阳代表阳，有阴代表地球。如果我们只要地球不要太阳，结果会如何？结果会如何？没有。地球上的生命不存在，孤阴不生。 如果说太阳很重要，我们就要太阳，不要地球。孤阳不长。你人能够住在太阳上面吗？没办法，就是要有阳有阴这样一个配合，才能够演化一切万物。我们要从这里去了解哈，为什么说那个太极图实在太奥妙了？因为整个宇宙的化育。 就是这样，阴阳相辅相成，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四象，这样一直的演化，演化出万物。我们要了解，在大自然中，它是阴阳，它是平等，而且都是同样的重要。我们一般都会界定出男人是一家之主，男人才重要。 以前会有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我们要来到，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平等，不管是女人男人都神圣。你要有真正这样的平等心，才不会那一种瞧不起对方，或是认为身为女人少修五百世叫低。 真的，那是人类的虚妄界定。我们要来看到大自然的实相里面，它是阴阳同时出现，而且呢，它是平等，黑白同时存在，但不能够把黑的界定为是坏的、不好的。人类的问题就在于看到大自然有黑有白，就认为白的才是好，黑的我不要。 黑的很丑陋，黑的很恐怖。大自然本身它是有二元性的存在，有黑有白，有白天有黑夜，有春夏，有秋冬，有地球有太阳。大大自然里面是有两极的存在，但是两极的存在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大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它们不但没有对立，没有冲突。 而且它是相辅相成，因为没有对立，没有冲突，相辅相成能够不断的演化万物。道德经里面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这样，一个太极，这里中间这个太极，它就能够演化万物，就像这样，这个是一个。 石板雕出来的，很多人走过去也觉得这个没什么，这个这么脏，这个没什么。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我觉得创造的人他是懂得大自然的化育万物，中间就是阴阳，阴阳的这样一个配合，就好像太阳跟地球这样一个配合，化育万物。 食物、动物、各种动物跟人类，全部都是道之子，都是大自然的话语。你真正从这个实相去看，你才会体会到，原来各种动物跟我们都是平等啊！原来不管白人、黑人、黄种人，不管哪个民族，大家都是天地之子啊！ 你从大自然的真理实相里面去看，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万物平等、万物神圣。为什么《道德经》里面提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般人从文字表面上去看，你读不懂它；但是你从大自然真理实相去看，你就知道。 那个不仁，不是没有爱心，不是那一种没有仁爱之心，不是这样，而是没有私心，而是真正无我无私的大爱。而这种大爱演化出来的一切都是道之子，都是平等对待。你真正从实相上去理解的话，你才会由衷的升起那种平等心。 我们那些虚妄的分别心、那些自我优越感、那些傲慢，才会真的逐渐的消融。这一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OK。现你越抱所以我问那个主人啊，在几秒？ 身上这些都是的，它可以帮助你。当地的那个，这我那里边。体验、意愿，学习、修行、安安入睡，啊，自由自在飞翔的，我是我的食物，没有做的。当你想，但是你起源认知有一个基本的错觉，就是以为所谓的自然。 能解释自然中的一切现象，成就了这样一个平台，维系在,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回首，我们属于。